一落去即刻有 CG 睇啦，已经。すいません。不好意思，有人喺度吗？啊？どちら様で？喺埋边位啊？まだ開店前です。仲未开店喎、啊，我哋。而且我哋咧，全部都系 VIP 制嘅。呢间铺头会有女仔陪酒噶嘛？方便嘅话咧，我想同当时陪酒嘅女仔倾倾。快啲烂啊！冇必要咧协助你哋。哟，喂。呢间铺咧系咪请紧女仔啊？啊，未经验者欢迎啊！诶、欸，咁呢个女仔系点啊？你应该会即刻录用佢啊？应该会啊，佢都 OK， 还可以。呢个女仔只系还可以啊？你啲门槛咁高嘅？话俾你听啦、啊，我哋嘅铺头嘅卖点系高水准啊，符合条件嘅女仔我赚好多嘅。但系高水准嘅女仔咧，唔知系想争得可爱就得嘅，个性同魅力都系好紧要嘅。你个女仔咧，真都只系算还可以，沙织小姐。冇其他人拣啦、啊。诶、欸，呢、這个边个嚟噶？可唔可以介绍俾我啊？吓、啊？即系呢张相，睇嚟好老土，但系佢唔错喎，即系稍微打扮会变得好耀眼嘅。我睇得出嘅，我而家要借用咧就系沙织小姐。嗯、啊，已经食紧啦佢，好食咧。其实我想同你商量一件事，冇可能。快到嚟啦，你咪将啲点心食晒啦咩？原来陷阱啊！你咁样打卑鄙咧，啊，做一日公关小姐咁我几有趣喎、啊。我点解咧会对沙织有兴趣嘅？咦，系咪有得帮佢扮靓？冇问题，我又唔系要你成为第一红牌下姑，唔要啊！只要改咗一下，你就好似公关小姐，年龄都可以咧蒙混过去嘅。唔制，上路更改冇办法舒服佢嘅。你好中意啱啱点心，我会再买俾你嘅。唔要。咁我好似咧说服唔到佢，其实我都觉得唔应该全部接收个店长随口讲，我唔认为佢系随口讲啊。你到底将沙织当成咩啊？冇，但沙织好唔乐意啊，因为你哋对沙织真系太冇礼貌啦。咩唔使成为红牌都冇所谓，年龄可以蒙混过去，但系完全唔明白沙织小姐真实名，一定可以成为神心丁第一红牌，系咪啊？沙织小姐，既然你都讲到呢个地步，冇办法咧，啊？我愿意努力成为第一红牌喎，就系咁。咁八十一帮佢拣礼服，仲要帮佢 set 头，使啲钱冇所谓啊。冇所谓，呢度神神地有公关小姐专用服装店，但目的唔系成为第一红牌，而系调查咧端木死前同山野过啲咩系嘛？我知道，成为第一红牌只系顺便嘅啫，我哋行啦。如果唔顺利之后会好可怕啊！真系有得同佢换衫，系咪真系有得玩嘅？咦，真系有得拣喎 ！Oh my god！ 哇哇，呢套系佢一开头着嗰服嚟嘅，今次佢一开头嗰服系边套啊？哇，啲美少女战士啊！哇，个头发真系不得了，我冇得 set 个头发嘅 ，Oh my god！个头发冇得 set 咁点玩啊？玩唔到落去嘅、啊，玩唔到落去嘅、啊。星星呢啲咧细细地，唔使咁大。哇，黑珍珠呢、這个啦，我又系啲彩夹喎，呢、這个 OK 嘅、啊，都睇唔到只手。不了，冇得搞头发，个头发先系最精髓，冇得搞头发真系冇乜可能嘅。老实讲，点啊，沙织小姐，你换好未啊？等阵先，我都唔系咧，好熟悉点样着。哇，佢有若隐若现，好似正喺度约会咁嘅情侣。咁会唔会被真东闹嘅？沙织生，你同佢咧系同年换伴啊？我哋各中同下中间咧经过一段空白期咧，又喺大学或者化学院碰上。哦，咁啊，真东咧，佢生喺一个非常富裕嘅家庭嘅大小姐，而我就非常怕生。国中嘅时候被班上嘅同学霸凌，真东咧每次都保护我，唔受咧其他同学欺负。佢嗰阵咧已经立志成为检察官，
我非常向往咧，好似佢咁嘅女仔，虽然只有我单方面嘅憧憬。一方的にですけど。もしかして。唔会因为咁咧，先开始学法律啊嘛。所以我一开始都想成为检察官。不过咧，俾咧制裁坏人咧，好似保护弱者嘅律师比较适合我。今日咧，我好似特别多嘢讲啊。唔会啊，呢都系自己嘅过去历史。咁样讲，你真当好似都有细，至少咧同影嘅对象啊，系嘛？睇唔到添。小时候咧，有一次同阿妈咧行在路上，叫阿车撞到，就听佢讲过。当时阿妈咧挺身保护真当，昏迷咗一段时间，情况咧好危急。虽然后来又捉到咧涉事逃逸嘅驾驶者，但系开庭嘅时候咧，佢阿妈依然昏迷不醒。对当时仲小嘅真督嚟讲咧，冇办法清楚说明当时案发情况。不过咧，负责呢单案嘅检察官咧，毫不气馁咁调查现场所有嘢，理清成件事嘅状况，犀利。个堕胎咧无法言语嘅被害人咧，贯彻咗正义，或者呢一个就系真督嘅初恋。个头，初恋。对象系警察检察官，嗰个人就系真东以下上司森田。哦，森田啊，估唔到佢喜欢大叔。仲记唔记得我介绍真东俾你嗰日啊？我哋三个一齐喺厅大饮酒。嗰日咧，森田咧同其他女性结婚，所以我咧想介绍更多嘅男俾真东，先会揾八神嚟嘅。咁样嚟咧，真东一开始的确有啲闷闷不乐，好受打击嘅。感觉今晚会瞓不着，而家我更喜欢沙织小姐，我完全冇所谓。喺翻逆转裁决，我即刻打啲低能嘢啦。而家更喜欢沙织小姐 ，Go！ 唔系，而家俾真东咧更喜欢沙织小姐。吓吓，你突然讲咩喺度？偶然咧乱讲嘢，我觉得唔系咁好啊。良くないと思います。开玩笑。全くもう着替え終わりました。我已经换好了。おお、不错哦。本当ですか？真系嘅。あ、そうだ。あ、はいだ。ちょっと写真。俾我影张相啦。え？我部机咧？你写真 up 了，你自己 upload 人哋嘅相咧，会侵犯肖像权，唔系星野拜托我嘅。佢想配合礼服嚟决定点样化妆，咦？又分两 part 唔通？诶，即刻打嚟啦！哦，星野，非常完美喎，八神先生。沙织先生嗰日系个美人，我应该要一齐去嘅。同佢咧有间叫樱桃美容院嘅，好近啊，化妆技术非常好。哇，原来佢分两 part 啊，睇嚟系。哇，佢都睇唔到佢只眼低能啊，真系。我要摆姿势添 ，OK 喎，唔使摆姿势系嘛 ？OK， 咩事啊？啲咩口咩面真系搏打嚟啊嘛？喂，有得拣啦个头，喂，只眼真系，你先整翻个高头俾我望一望呢只眼先，有冇高马尾啊？有啊。我先条眉毛标准原本眉毛啊，得啦，原本啦。哇，呢啲抢压特别强，强调眼眉的画法 OK 嘅。平安夜快乐，系啊，平安夜快乐。先黑色。呢个啦，变色片，哇！咁少嘢拣嘅，好似哇，黑寡妇呢啲系差唔多嘅，好似盘起啦，系，哎，就咁啦，救命啊！超乎我想象，唔好一直望住我。抱歉抱歉抱歉。好，你系胭脂女王啦。啊？你认真吗？
啊？咩事啊？又今次？哇！佢冇得跑喎，咦有喎，有得跑。我咩啊？抵难要我望住仆猪个样喎，超靓嘅女仔啊！望咩啊？你仲望啊？煎你两败两个。呢度又望啦，你望咩啊？哇！好靓嘅女人啊！喂，你竟然夹硬望其他女人，望到出晒神啊！暴雨啊，暴雨啊！我仲望紧啊，你仲望？哇！呢个就冇，哇！呢个人黑眼圈嚟啊，咁劲啊，黑眼圈。行啦，望。哦，系你啊！个女仔，你咪会带佢过嚟咩？张相嗰个。咁佢今晚就喺度做啊嘛。实际睇过咧，冇问题嘅话咧，天生咧嘅质素唔错啊，但系咧经过呢个琢磨之后，可唔可以真系发哥咧？又另一回事。点点点点点，哇！世界级。哎呀，呢个真系。こちら。呢位城崎沙织小姐。採用錄取，即刻錄取，すごい。真系经过系天日啦，即刻一定要嚟咧铺头工作。我系成奇啊，你好。彼女まだちょっと緊張。佢有啲紧张，所以梗系比较僵硬。好有个性，仲识嗰样吓。でもいい。吓？我冇咧自拍嘅经验嘅，冇问题啊！你个外貌咧完全唔需要怕。経験なんて何とでもなります。まずは控室。我知道咧，准备出嚟，整顿整顿。今日だけですよ。得今日嘅就八神先生。你去查准咧，端木同山野咧倾过啲咩？我想直接咧同嗰个咧陪走嘅公安小姐倾，我谂办法收铺钱打俾你。两个人，神之手，沙织小姐跟我嚟啦。不过佢都跟到，佢跟到呢一个 C G 咧，跟我嗰个服装打扮咧，去做呢个 C G 都唔错。听讲你冇自拍经验，老实讲，我觉得你咧完全冇问题嘅，谈吐都好得体，真定假啊？你讲话咪几有礼貌，好多后生仔嗰啲冇大冇细嗰啲靓妹啊，死 M K， 而且我都唔后生。我哋铺头咧算系比较高级嘅铺头，客人嘅水准都同其他唔同。会有一流嘅企业嘅干部咧拣半头咧铺头去招待客人嘅，都有啲艺人喺度开 party 嘅。你工作就系接待佢哋，要礼貌 ，OK？ 我明白有咩需要要注意嘅。首先咧，无论如何讲咩，都要附和用开朗嘅态度，扮到好有兴趣咁赞客人。原来系咁，散咗先系嘛？然后咧，客人个杯咧空咗之后咧，就即刻提佢客人嘅杯系七。开嘅话，你自己嗰份，只要向客人诈叫啊，系啊，诈叫嘅同时，你啲肢体接触咧，大致就会对你百依百顺。呢个有啲难度，反正咧唔会只有你一个，仲有其他女仔嘅。观察前辈点样接客咧，扮佢哋，大家都系咁样独多一面。我会努力嘅，我嘅目的唔系成为一个优秀嘅公关师，而系调查事件。错啦，我嘅目的只有一个，就系成为红牌。一边自然接客咧，融合呢一个揾端木嘅女性，虽然好困难，但只能去做啊，非常乐意。哦，开工啊，差唔多。纯恋美佳啊！第一句讲咩？我讲得大啲，我系沙织，你打呢个啦。哇！诶，好似嚟个特别 high 嘅女仔，唔该，冇晒冇晒，坐啊坐啊，打扰啦。哇！哦，就系咁啦。为咗咧拯救咧困入困境公司咧，仲喺后生嘅时候嘅我，就系打落入咗。哇！呢个女仔咁咩？呢个女人佢一啲兴趣都冇，咁啊梗系啦。听其他人甘苦嘅谈，本来咧就好无聊，咩事啊佢？哇，叫到佢只眼啊！嗰客人咧后来好顺利咁过关，哦，你睇得出啊？吓，你瞓着咗啊？客人太为难佢啦，客人嘅领带真系好睇。嗰个女仔陷入危机，我要帮佢咧兜一兜，继续炒热气氛。但系炒热气氛，定系你瞓着咗啊？
寝てた？你瞓咗啊？我冇瞓，只系拍画促神。好有意义，你只系重出啦，重复相同嘅主旨发言。咩意义？打官司啊喺度，真系有趣啊！搞笑二人组，唉，做公关小姐真系几废实。沙姐咧好适合做律师哦，嚟我哋嘅铺头做顾问啦。可唔可以话俾你听详情啊？啊？诶、欸，个杯空咗、哦，对美佳打暗号，保尔出咪吹下人家点？Oh my god， 保尔沉默，吹下人家点？唉，好想攞 SP， 但我又好想睇、哦，吹下人家点？阿罗，阿罗，你要咩啊？饮啲咩啊？哦，系、哦，我谂下，诶、我讨欢心要做啲咩？得俾机会咧，俾佢个小姐。喂，杯啊，杯啊！要唔要咧豪爽地咧整一杯整一支啊？啊，我都想，但系今个月咧冇钱啊！啊，系咁噶，难得有机会谂办法喎、啊。身体贴近客人，对客人诈娇。如果客人愿意嗌一杯酒，美佳小姐你好开心。其实我只系一个 support 嚟嘅啫，我系身体贴近客人啊。冇咁扫兴啦，就停玩下有咩所谓啊？诶、欸，系咯，尽情咧洗一洗嘛，好痛快嘅会。哇，左右夹。好，直接嚟一杯啦，直接嚟一支啊，好啊，好有型啊。哼，轻松呢个工作，工作，工作。